上阳光洒落下来，典雅线条外形格外贵气，不止好看，动能零到一百加速只要4.2秒。宾利这辆 GT 跑车如今已陆续交车，而台湾更是首波名单。蓝色、绿色、银色、白色12种颜色的宾利 GT 一共15辆，可是抹杀车迷不少底片，颜色全都客制化，看得出每位车主品味都不同。外传连论泰总裁殷彦良都有一辆，台湾年底前能交出30辆车，所以 GT 就是长途驾驶的高性能车。在房车退流行之后， GT 性能车魅力依旧不减。你的黑豹座驾就是 Lexus GT 跑车，外观气派，有王者风范，在台湾两个月不到，50台配额全部销售一空。另外还有玛莎拉蒂、宾士 S、酷派、Aston Martin 都推出 GT 车款，就是想吸引车迷注意，还能刺激销量。销量部分当然是会有所提升啊，因为这种 GT 其实对蛮多消费者来讲，就是它可能是从小开始就会一直有的梦想。GT 跑车不止外观漂亮，性能也要好，现在更重视内装奢华程度，价格不便宜。对豪华车长来说， GT 跑车不仅是品牌象征，还能刺激销量，提高话题性。三立新闻股高速邱子琳台北报道。